就挂掉，整天埋头苦干，八十岁才下葬。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，早起早去上班，赚上几千块钱赚。反正这些事都与我无关，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，总是都是一天一点小餐，只是我想我都入土为安。让我疯狂，让我一直嚣张，让我脱光黑压压的西装，让我呐喊，什么我都不管，依然这样好吗？太过痴。想上班，上班，对不起，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